我们刚刚是不是算到性别，男女性别？所以你可以发现，男生、女生，好，它在发生数这边的一个呈现。那还有一个县市别，县市别。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县，我们一样用直条图来去做，然后勾选县市别。那县市别，县市别，的直条群组直条图，然后再勾什么？确定发生数，然后建议是把这个值呈现用什么总计百分比来呈现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呈现，因为等一下我希望这样做，希望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但是这边太多城市，你这样比反而不好比，所以最好是把这个县市所占的比例啊，所占的比例，把它给怎么样？就是主要的比例，像这边的排序依据 GT 的发生，这边有一个叫台湾各区，有看到吗？台湾各区。台闽地区有看到哦，这个台闽地区我要过滤掉。台闽地区就是台北市加新北市加高雄市加台中市加再加，反正每一个县市都加起来，再加金门、澎湖、马岛、金门、澎湖，这全部加起来，这就叫台闽地区。所以针对这里面这个筛选，麻烦请把这个县市别里面的什么也把它拿掉，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所有页面上的筛选，请把县市别搬进来，然后麻烦请勾选，就是先勾全选，然后再来请把这个台闽地区关掉，台闽地区关掉，然后这里面这个值。我觉得我们就只要看主要的几个城市就好了，你没有必要每一个县市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所占的比例，例如说到前五名好了，前五名到多少？一二三四五，这五个，那就是8% 以上，这个所占比例6%，所以我们找这个 GT 大于8%的。所以呈现大于0.08，然后套用筛选。好，我现在要请你们看一下，这边有看到吗？这样子的一个消长，这是2014，因为我这边拿到资料，它只公布到2014，目前艾登已经公布到2015了吧？六，好像到16了。好。这边点下去，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城市啊，城市这个资料，X 轴要稍微放大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个台北市变到所占的比例哦，变到第二名，从第二名变到第三名，它就退步了一名，对不对？然后高雄市进步了一名，所占依照占比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到这件事，也就是2014年高雄市从第三名变到第二名，有听得懂这个意思吗？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新北市还是维持在第一名？那比较可惜的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占比例分析，原型图本来就是比例分析嘛，可是你这样看得出来吗？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例如说，在这个地方，男生是不是3.13？那3.13到底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所以真的建议还是把这个性别图改成什么？改成群组直条图来呈现，然后记得群组直条图要把这个。值，这个的群组直条图里面的值改成什么？
用总计百分比呈现，然后再来把它的一个资料阶层打开，然后稍微把资料，把这个资料标签的字稍微放大一点，好，男生女生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所以 X 轴稍微把这字放大，可以吗？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来去看一下，从2014年，你看到女生，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就是女生的那个成长率它是在增加中，对不对？有看到吗？女生成长率一直增加，是近几年的特色。好，不过它还有蛮多增加进步的空间，因为本来男生就高于女生 7.7%， 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你去看2013年是不是也是女生多一点点，这是从刚斜率上我就可以看到这件事了。这几年女生癌症发生的比例有在增加中，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观测。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这个地方，当我点到2014，哎，这个标签拿掉了，这个标签，然后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好，你看2014年，你看台北市下降咯，但是高雄市占比例增加了。2013年呢也是耶，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越早期就是台北市越高，可是现在台北市有逐年在下降中。你看这数字，我要是从这边开始点，有看到 21.43， 然后 20.88， 21、又稍微增加了一点点，然后下降，增加，下降，下降，下降，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高雄市，台北市有逐年这样子下降的趋势，请问这样好不好？你觉得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明那一任卫生局局长是谁？可以，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画成那个蓝跟绿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图，这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大数据分析。我的意思是说，在这边癌症数，台北市是慢慢在下降，高雄市是慢慢在上升，就是第二名跟第三名，因为第一名就一直保持在第一名那个位置。可是至少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已经好多年好多年台北市没有拿到第二名了，这是好事，可以吗？好，所以麻烦你们来去做这样子一个大数据分析，然后这样来去看资料，对你们来说应该更加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研究，然后我们看的是真实的数据哦。那画面可以借我用一下吗？好，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女生其实她有逐渐，这几年女生她有逐渐在增加，你看都是女生都是在增加。可是呢，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你今天你去看，你单独去看新北市，发现它是不是也是增加的，台北市呢它也是增加，高雄市它没有增加，你有没有看到 43.29 跟 42.45 它是下降的，然后呢台中增加，台南增加，还是增加哦，虽然增加了一点点 0.7，
然后桃园它是下降的，可以吗？所以高雄跟桃园是下降。我刚刚是把那个这边百分比稍微调降，变成 6%， 桃园县啊，应该说桃园市就出现了。好，因为通常我们会比六都嘛，六都，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癌症增加的情形，发现那个高雄跟桃园是下降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观看一下重头戏咯，癌症别。各位应该知道男生，你知道男生的有些癌症已经不会得到癌症就死了，好，那有些癌症得到他可能就会死亡。我们大家一直都以为说女生的头号杀手是乳癌，他已经排到第二名去了。第一名是谁你们知道吗？跟男生一样，肺癌。肺癌，不要小看这个肺癌哦，因为那个女生不是要炒菜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先刻意把那个癌症发生放在另外一张来去看，癌症发生放在另外一张来去看，所以我先新增一张癌症别。建议这个癌症别的一个发生数的群组直条图，我们刚刚本来是不是都画这件事？记得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全癌症？全癌症就是乳癌加肺癌加那个所有的癌全部都加起来，这叫全癌症。所以记得把这个癌症别这里筛选癌症别。搬到所有页面的筛选，然后请把癌症别全选，唯独哪一个不要选，就是全癌症，全癌症还有点不太好找，这个不要找。好，记得我们就把这个值改成用什么方式，用总计百分比来去呈现。然后排序一下，递减排序，什么东西递减排序呢？这个 GT 的百分比递减。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这个是不是结肠癌？然后那个肝癌、肺癌、乳癌。然后口咽癌，但是哦，这只是癌症统计。请问，癌症会不会死人？这边不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个叫做癌症登记档。请问登记跟死亡一不一样？有一个叫癌症登记，还有一个叫癌症死亡。就是我得到癌症，然后因得到癌症死亡，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拿登记档来做十大死因讨论，那是错误的。我们要拿的是死亡档来去做讨论，你就会发现，就是说癌症它是第一名。可是有些癌症是不会死的，例如说好了，例如说那个原位癌，它根本就已经说那边就是一个种种的，你不能说那个就是癌症。好，提供给你们参考。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呈现资料标签，然后好像我看到这边好了，它这边这个是多少？5.0.05。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筛选我做成0.05，就是癌症别我做成0.05。好。大于0.05，然后套用，可以吗？然后接下来建议是把这个资料标签这个字啊稍微放大一点，然后这个是什么癌症，我们也把它做清楚一点的呈现。好，重点是这一张我们是不是要放大？
放到刚刚那一章里面一起来去观看。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事情。这个年可不可以把它换成是最近这五年？当然也可以啊。然后接下来贴上，这样是最容易观看的，这样是最容易观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2014年点下去就可以发现这个结肠癌结直肠它是有上升，然后呢肝癌它是下降，然后肺腺癌持平，女性乳癌是增加。好，那你如果说点到女性，我只看女性，你有没有看到女性它这边那个比例是不是就上升了？这是我们现在拿到癌症登记档，它会跑到第一。但是如果我们拿到那个十大死，就是癌症的死亡档，你就会发现那个肺癌它跑到前面去了。好，这也是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不过这边我们拿到是登记档，所以你看女生第一名是不是女性乳房，男生的第一名呢这边肝，然后第二名肺，第三名那个结直肠，可以吗？我问你们一个常识，请问男生会不会得到乳癌？当然会啊，很少就是了，比例非常非常的低。好，就提供给你们参考。那其中有一个大肠癌，就是结直肠癌，真的请各位小心一点，就是说那个吃东西不要假日的时候是吃很多很多东西。好，那还有这个口腔癌，那个口腔癌，你看像严先生他应该是非常重视养生的，他就得到这个口腔癌。好，你们来去观看一下，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资料分析。请问一下哦，你大概做到这个地方已经可以去观察，透过一个就是视觉化的分析，然后看到一些现象。举例来说，这边女生的头号杀手是不是女性乳房，就是乳癌，对吧？好，那请问你会不会想要知道，那台北市呢？就是在六都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台北市啊？有看到吗？它是唯一高起来很多的，有没有看到这件事？而且事实上，你应该会想要去六都比比看。如果说台北市的乳癌它是成长，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台北市乳癌是增加？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不会想要知道说台北市，我只想看台北市，所以我刚刚是不是点了一下女生，点一下女生，然后这边他是不是告诉我台北市是 21.66， 那这边是六都嘛，我可不可以只看台北市？当然可以。怎么做？ Ctrl 键按住，点台北市，刚刚是 36%，这边女性乳房是不是看到变成 40.7？ 这说明什么事情？台北市的女性乳房是乳癌它是增加的，对不对？这就是切片分析。请问你想不想看2014，可以吗？
你应该会想要看，那我单独只看2014还有看2013，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是全部的时间轨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应该蛮关心的，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 Ctrl 加按住点这个2014，请问有看到什么事情吗？这是不是值得住在台北市的女生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你不分析，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嘛。可以了解哦。好，这意思就是说2014年那女性那个从应该说是主要的癌症是乳癌，没有错。然后在台北市呢，它的一个成长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比，你们要通常台北市会跟哪一个县市比？高雄还是新北？新北啊，高雄，是不是？听得懂吗？因为这两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那个城市。那个高雄没有工厂，台北没有工厂，高雄都是工厂，新北也很多工厂，对吧？好，所以你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女性，好，我们就重新点女生。然后接下来 Ctrl 加按住点高雄，注意一下哦，这个乳癌是 36.04， 然后高雄在这边 Ctrl 加按住点一下高雄，它是下降的，它是这边也告诉我们是下降嘛，它是下降36，等一下 36.04 跟 36.1 是差不多的，对吧？对啊，它是差不多的。那来看2014年是不是就点它，它是上升的，可以吗？就是这边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那这边高雄市它也是上升。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这边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那这个维持上近几年是不是都维持上升，你只要点几个按键是不是就知道这件事了。例如说再看一下新北好了，那剩下都请你们自己去看。女生 Ctrl 加按住然后点新北，新北这边一看就知道它40，对不对？它是成长的。然后 Ctrl 加按住点这个2014，哇，新北市成长更多。那这样看起来台北市的成长还算少的，可以吗？我们可以发现就这几年这个六都呢，女性乳癌它有那个发生率有增加的趋势，然后其中新北市又比高雄市高，高雄市又比台北市高。如果我刚刚选这三个城市，好，但是刚刚你是不是有看到台北市是增加，台北市女性的乳癌它是不是有增加，对不对？36到40它也是增加，但是它只增加了 4%， 不像高雄跟新北它增加更多一点，例如说到 6% 到 7%。 好，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去关切的事情哦，因为我们这边所呈现的是全时间轴，但是我们应该最关键是近几年，所以你也可以把那个时间轴，例如说2010年之前的资料过滤掉，然后我们来去看，你会得到又不一样的结果。就一下给你看，就是你现在是全时间轴来去看这件事，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把这个癌症的发生年我显示大于2010，然后套用筛选，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哦，点女生这边是不是看到增加，
那如果我只看乳癌呢？哎，台北市还是很多哎，那变成就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边台北市到底是哪一年发生的问题。Ctrl 键44，这是增加。45，这也是增加。增加。这你可能要自己再找时间来去看。你看哦，重点是在这边，这边其实是下降的，但是到了这一年下降，这边有点奇怪哦，这边是增加的，可是我逐年来去看2010，所以2011它是下降，2012下降，2013下降，2014下降，四年都比例都不高，所以整体算起来它高，这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你们自己来去玩一下好不好？这边有看到它台北市这边，台北市如果说我们单看乳癌，单看乳癌这件事情，台北市跟新北市它是高的，有看到吗？那可是你单年来去看它又是低的。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我再花点时间来去看一下这件事。哦，我忘记了，我第一张那个台北市它是数量，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点回去那个数量。
好，不好意思，我再重新解释一下，刚刚记住哦，那个数量是不可以点回去的，就是左上角那个发生癌症发生数是不可以点回去的。来，画面就用一下，我解释这个资料。各位您看一下哦，我现在是不是想要知道，就是说女生乳癌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在六都里面台北市的表现，发现它是有高于整体的表现，也就是它会有逐年增，它会有就是说增加，如果跟平均来去做比较，就是这么多年之来去做比较，发现这几年它是增加的，有看到21.66，本来是20.56，现在变成21.66，所以乳癌在台北市是增加。好，那我们现在去证明一下给各位观看一下，假如说今天我们来去看整体哦，整体这边是不是有2011 2012 2013 2014，然后那个如果我现在看2014年女生，所以这时候 Ctrl 键按住点女生，然后再点这个台北市，你有没有发现从刚刚40是不是增加到 44.3？ 我现在是不是要解释女性乳房乳癌台北市女生她这边是有增加的，有看到吗？我要解释这件事哦。好，那我现在给你看2014年女生 Ctrl 键按住，然后点女生，然后接下来再点台北市，有看到它是增加的。好，那2013年呢 ？Ctrl 键按住，点一下女生，再点台北市，它是不是也是增加的？好，以此类推了。反正你到时候你比较关心它增加率。例如说这个地方 ，Ctrl 键按住，点女生台北市，这边增加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记不记得我们刚说高雄来去看这个女性乳癌，高雄整体来去看 ，Ctrl 键按住点女生，高雄它是下降，有看到吗？在乳癌这个部分。它是下降的，有看到哦，它跟台北市是不是不一样？好，那我现在我就想要去看那各年的表现，所以我先点一下这一年2014年，然后呢 ，Ctrl 键按住点女生，高雄市，因为这是整体乳癌，这应该颠倒过来点它，先点这个年，然后 Ctrl 键按住点女生，再点女性乳癌，然后这边呈现结果是17.2，就是比原本这边来的低。那这一年呢，先点到2013年 ，Ctrl 键按住点女生，然后再点女性乳房，然后接下来再点这边，是不是也比这边低，比那个浅色区域来的低？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了。而且事实上，如果你比这边的话，如果说你比这边好，2013年，然后
女生 ，Ctrl 加按住点女生，然后这边是不是40.9？可是当我今天只看高雄市，我点高雄市，它的数值会下降。刚刚是40.9，现在是40.42，有看到吗？因为它其实是很接近，这一年它是很接近。那再看这一年 ，Ctrl 键按住点女生，然后再点高雄市，稍微注意哦，这边有点差异哦。这边是38.74嘛，好 ，Ctrl 键按住点高雄市，它就会变到，例如说37.46，可以吗？它这数值是会变化的，好，然后告诉我们说运算的结果长什么样子。那至少在这个地方，台北市的女性乳癌有增加，在这几年的表现它是有增加，所以这点是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你觉得增加好还是减少好？当然是减少啊，对不对？所以这点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那我们就想要去观看是哪一个年龄层，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你年龄层这件事了。那画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一下头号杀手结肠癌啊？来看一下结肠癌，有看到什么吗？台北市又是增加，对吧？肝癌下降，那台北市抽烟的人会不会有减少？还有口腔癌，你有没有看到？你有看到吗？口腔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减少很多，而且是什么的减少？有看到这件事吗？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找出来是变成是这样子，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结肠癌好了，结肠癌。那结肠癌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情形哦，因为它有分男生女生，假设我无关男女，我只看那个这边是各年，然后无关男女，因为结肠癌嘛，我们先看那个整体性，台北市，所以 Ctrl 加按住点台北市，你有没有发现结肠癌是增加的？可以看到这件事哦，本来是 22.64， 然后强调的范围是 24.01， 好，所以是增加 1.5 个百分比。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看，例如说高雄市它结肠癌是下降，新北市它是持平，差不多就是维持在22.5。好，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刚在结肠癌这边，如果我们来去看的话，这边是不是女生的增加？那如果是新北市呢，它是不是持平？可是新北市这边也是可以看到女生的比例稍微微幅的增加，高雄市呢？高雄市就是男生的微幅的增加，好，这都是一个特色。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我就想要去做年龄别。因为这边可以做性别，当然也可以做县市别、癌症别，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年龄别？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年龄也加进去去做一个分析。可是他这边只有告诉我这个人几岁得到癌症，所以我是不是要把年龄别划分？好，如何去做年龄别？年龄别我们从30岁以下，然后30到34，35到39，可以吗？每5岁为一个区间。那怎么做到这件事？请问我现在在这癌症发生统计里面，我应该是要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把这个癌那个发生的平均年龄然后对应到变成一个年龄别？请问我这边有8万笔资料，我是不是要等于说产生8万个年龄别？所以这边是要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新增资料行，这个一定要请各位一定要听懂哦。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什么？年龄别。年龄别，然后用 if 来写。假如什么呢？假如我们刚刚的这个发生癌症发生年龄，你用那个平均年龄跟年龄中位数，其实在这边好像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用那个癌症，我们用平均年龄好了，所以用一撇，平均年龄 ，tab 键，如果它小于30，逗号，小于30岁的话，我们就呈现什么？小于30，可以吗？然后2撇，逗号。那请问你，如果不小于30呢？那是不是就要写30到44？所以我们会这样写：我会用 Alt 加 Enter 换到下一行来去写，继续写 if。假如什么呢？假如这个一撇。癌症的平均年龄，逗号，它是不，还没有逗号，大于等于30，用且还是或？用且。所以在这边要写一个 and 这里面要放2件事，一个是逻辑一，一个是逻辑二。 and 癌症平均年龄小于35，这个时候呢 and 结束，我们就要放30到34，逗号。那接下来继续写这一个，复制 ，Alt 加 Enter， 贴上。假如大于等于35岁。小于40，所以就要把它叫做什么？35到39，
到三十九 ，Auto 加 Enter。我只是想要见让你们见识一下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写会写很长，例如说这个平均年龄，把它算到算成年龄别，所以这边是大于等于四十 ，and 小于四十五。好，然后接下来 Auto 加 Enter 继续写，假如45岁大于等于45岁小于50岁，所以这边就变成45到五十 ，Auto 加 Enter。假如五十到五十五大于等于五十小于五十五，这就叫五十到五十四。Auto 加 Enter， 请问要做到什么时候？至少要做到那个平均余命左右吧，大于等于五十五，小于六十，五十五。到六五十九，Auto 加 Enter， 然后接下来这边贴上。六十到六十五，六十到六十四 ，Auto 加 Enter， 贴上，然后六十五。到七十 六十五到六十九 ，Auto 加 Enter， 长就这样，然后七十到。七十五，然后还剩一个，七十五到八十，七十五到。七十九，然后不成立的时候呢？不成立的时候就做什么？八十以上，可以吗？八十以上，好，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放那个 Enter？ 总共要几个？你自己去看一下，这边它是不是对应到这一个？所以继续看，我要对应到左边这一个。有看到了吗？
你不要去算，你直接看它有没有对应，然后 enter。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我就产生了年龄别？可以吗？有年龄别，我是可以再去做年龄别的分析，看哪一个，像例如说女性乳癌，它的好发生在哪一个年龄层，这是值得我们来去知道的事情。好，我想这个事情你看看你要不要动手做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继续把剩下那年龄别的分析讲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一样，我一样用直条图来去做好了。所以群组直条图，真的群组直条图是比较容易让我们看懂说明的。但是你去看别人做出来的那个五，就是很多颜色，那根本你再仔细去看，它根本就不能分析。好，这点要请各位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勾年龄别的癌症发生数？所以在这个地方哦，你看要不要按照年龄别来排序？我觉得是需要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排序依据是年龄别。我们来去放大一点来去观看，把这字变大一点，看它有没有按照年龄别排序。好，然后接下来这个 X 轴我也稍微把它放大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它这边放的是什么75到79 65什么，它有没有按照这个顺序递增？小于30是不是排在这边？我们希望它放小于30没错，然后呢大于80要放在最后面。所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你看这边是不是30到34、35到39、40到44、45到49、50到54、55到59，这是不是按照顺序？就只有这一个，有看到吗？好，其实这个时候我会这样放，我就把刚刚的这个年龄别叫出来，改成不是大于80，而是80以上。Enter， 不要把就是那个大于符号把它放到就拿掉。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记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他在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年龄分布，大概在65岁到70岁这个地方是很多癌症容易发生的地方。好，我只是从年龄别来去看这件事，但是注意哦，超过50岁以上，我们就应该要开始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好，那我觉得说暂时可能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们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尝试动手做做看，尤其是你可以感受到像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年龄别这件事，它就是必须要写函式。因为刚刚有一个同学问我一个很棒的问题，他说他的时间，他要计算时间是从5月1号开始算到隔年的4月30，他的开始日期不是1月1号。这时候我的想法是说，那我们就写一个叫做期，那这个期的定义呢，就是我把它先分类好，我先把资料分类好，叫做例如说第一期是从几年几月几日到几年几月几日，然后再来放
第二期是几年几月几日到几年几月几日，这个不就是刚刚我在做那个分类吗？我做好分类之后，是不是产生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对不对？对，然后接下来我就把它放在轴，第一个我先放在轴那边，第二个我再把那个日期搬进来，搬到那个轴下面，你就可以做这个阶层了。它会先显示期，再显示年，因为年不是我们关键的重点，期才是我们关键的重点。好，我认为就这样是把时间平移的做法，就是你自己自创一个分类，就像那个年龄，你就一定要把这个类别做出来，有点辛苦，但是只要其实不难，那就是一个if含式就可以分类了嘛。好，我们刚刚的分析，你会发现，当我们今天拿到这个癌症统计资料，我们就只有什么一个数字，就是癌症确定、癌症确诊的一个数字，而且都是一。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县市别、有癌症别、有年龄别、有性别？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看它这边癌症的一个差异性？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这就是癌症统计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而且你应该要知道，就是说各县市哦，虽然我们就是预防保健有成人健检，然后也有那个植物乳癌、大肠癌、口腔癌这四癌的预防保健，但是各县市应该可能部署的方式策略都不一样。像台北市，你应该很久，你应该像这附近哪里可以买到槟榔？你应该觉得好像在台北市买槟榔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困难的事了嘛，对不对？那这个都在说明，其实台北市罹患那个口腔癌的比例，它会逐渐的在下降中。好，那我想我们大数据分析呢，我们告诉你一刚开始告诉你好多好多种分析的方式，一刚开始的时候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一个分析的方式。那我会诚心的期待希望哦，就是我有很多的教学影片你可以回去再复习，尤其像那个如果说你们最近有在follow 我的影片，像我昨天我教的那个连续型资料如何去做 T-test，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值得你们来去听了。因为不管大数据分析是什么，你看到这个现象你还是要去做基本的统计检定，做完统计检定你才会知道，就是说哦它服从，所以我们可以去把这资讯报告给长官，这样子的话大家会觉得那个比较放心。好，那借我一下画面，强调讲一下，就是说这是杜甫他老人家写的两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个人他读书就是要很喜欢把书给读破掉，然后他才可以写出很棒很棒的文章。就是这么优秀的人他都这么努力，这是值得我们来去做借鉴的。好，那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基础先暂时告诉你们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后面还会有大数据分析进阶。大数据分析进阶像今年好像是开在七月还是八月，刚好我人在美国的时候，然后应该是预计明年因为十二月没有开很多课，好，明年的年初或者是二三月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开这个大数据分析进阶的课程。那时候我们就一定要介绍到像发布这件事情，还有像例如说检定这件事。好，那我们暂时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祝大家每天都平安健康，然后离开的时候记得麻烦关机。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